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呢，我要来给庆哥还有何哥刚在后台谈的货发走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庆哥的货哦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小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。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现在你的货已经打包好了，等一下一起寄走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何哥的货。云中水起，急速来，燕子回时，月满西楼，花自飘。闲愁、此情无计，可现在给何哥打包。笑出彩霞眉头，却上心头，却上心头。何哥，现在你的货打包好了。庆哥、何哥，现在我准备去寄快递啦。现在你们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有看到喜欢的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点订阅加入我们。